bro， 哎 bro， 听说你为了慈善呢，特别调制了一份呢福满牛年木木乐爱心鱼生。没错，尝一尝。哇哦，这个是中西合并，吃起来比较独特，然后还有比较健康。哇，很期待，哪里可以买得到呢？哦，在以下的网址还有日期呢，就买得到了。购买福满牛年木木乐爱心鱼生，就有机会在线上和新传媒艺人一起捞鱼生。那所得的净收入呢，将会拨入新传媒协力慈善基金。在来临的牛年，祝大家风生水起。